10月10号星期六的小米手环开始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你好，大家，我是玲玲。我是玲玲。今天要来看一下妹妹的小米手环。这小米手环是你买米家同庆情人节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，Go！ 这小米手环被提醒了。好，这里有说明书，还有充电器。好，那现在小米手环没电，我们先充电。现在小米好了，我们现在说一下，这只旧的小米是我的，然后两个旧的是我的，新的是妹妹的。然后我们的乐天手环一个是有鲜蓝，又乐天。乐天呐、啊，乐乐星呐，乐天小熊饼干呐、啊，乐天小熊饼干。那现在呢？你乐星手环，乐星手环是小黑子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试着连接。可以吗？我现在不懂，可是这小米手环可以用。手环升级中，升级就是可以换表盘的。慢死人了，我要等到吐血、啊。要帮忙吗？他还要升级中，就像之前那个。1000年以后。好久啊！记得哦，手环要贴近手机，不然它会收不到。现在在做什么？升级。现在在那个全集中呼吸啊，全集中升级。看这样在升级中，升级，今天升级，为自己、愿自己、悟自己，对，以自己、不对不对自己。两位小姐，请喝水。跟升级成功了。哦，请跳水，现在的水，我怎么这么快？表盘的，哦，可以换表盘了。嗯，升级完之后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你的小米手环就绑定妈妈的手机就好了，妹妹的绑定我的。好，升级中喽，升级要好喽。你拿一个表盘。爸爸都没有手环。那乐色手环给你了，哎、欸，我忘记了。好心的大爷有人要给我乐色手环，乐什么手环？乐心的。乐色手环呀。乐色手环。啊，你们换表带要给相机看吗？好，那我们刚才同步的表盘是这可爱猫咪雾黄。那我再看有什么比较可爱的。我看到了很可爱的啊。最可爱的表带，我看一下。最可爱的表带是这个，最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们帮妹妹拍一张。那我要，还是我们往他可以往。我想要我兄弟的。好，那你把它拿过来。好。好，来，无性伤害呀。你有兄弟啊？无性伤害呀。你有兄弟啊？互相伤害的，好，无限伤害的手，那你帮他开，你帮他拿，无限伤害呀，无限伤害呀，只不过这个表盘，我是这个表盘吗？好，这个。鹦鹉兄弟，我的表盘是鹦鹉兄弟的，表盘同步成功。啊哈！爸爸，你快来看我的表盘，你爸爸看，三二一。啊！鹦鹉兄弟，鹦鹉兄弟。没有正面画面。有啦，有画面啦。哎，太远了吧？你可以帮我镜头拉近。不行，这是定焦镜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我把自动对焦转掉了，太近了。嗯，看镜头，等一下，来站中间。嗯，在报纸上，
找到小黑刺。下面谁的愿望，我们的话下面全都是下面用的，下次见，拜拜。